己熟悉的台湾打球。那其实自己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期待又兴奋，因为其实很久上一次就是经典赛，那这一次就是真正回来台湾，跟着乐天桃园这个球队，然后朝这个目标冠军前进，这样子就是每一年都会在台湾打球的，所以这个感觉不一样。那在国外那段期间，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的信仰跟我的家人。我先讲交易这个案子，因为在国外其实常常发现，其实我很多队友坐我拉克旁边的隔天就不见了，然后后来才知道，哎，是交易这样子，所以只是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而已。那这一次回来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其实也不是说很排斥这个交易，我觉得这个交易或许对每个球队都很好的，对乐天球团球队，我觉得来到这个乐天球队是我蛮大的一个荣幸，因为在前面其实他们就已经拿过好几个冠军了。那我来到这里，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朝这个冠军方向前进，这样。